这些东西是大家可以带回家的。那带回家要怎么做呢？就是等一下手脚要快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主持棒交给虾虾，掌声鼓励鼓励。刚刚花一点时间，谢谢大家今天来。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前面专案报告完了，为什么两个又出现？第一个是今天开放每一位等一下有义卖获得的捐款人，为了要谢谢你，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免费摸他耳朵两下，不用收钱，不用收钱，没有。刚刚那个疑惑的时候，很好，很好，很好，就是你非常的进入状态。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义卖的物品呢，是全数拿来作为 OCF 有一些为了支持行政，为了支持这些专案进行执行，会产生一些行政跟人事费用。那义卖的部分就是补贴这一个部分的费用，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每一项的义卖物品，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您去，结账之外还会给您义卖的收据，所以请不用担心这部分的问题。那假设等一下场子冷掉的话呢，只要有一个人随便喊价，他就会脱衣服。我说啊，好，那我们很快就是我们想要call一下一位先生，超哥还在吗？超哥，麻烦你接一下你30秒。那我们第一项要拍卖物品其实是 OSSF 捐赠的。有些人很知道他们，有些人很不知道。那当然是最近上新闻比较红啦。超哥很辛苦，就是一直很支持社群办活动很多人。好，这个我要讲什么？我是自由案体铸造厂的目前末代专案经理，末代就是最后一届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快结束了，对，政府补助的这个钱就拿来做点善事。我们一直在做善事啊，就是协助不管是开放资料、开放文化、开放原始码。这些活动的举办啊，也跟社群也建立很多这个妈吉的感情啊。那我们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这是已经绝版的 Open Foundry 的黑熊 T 恤，之前都是用送的啊，现在要拿来义卖的。那我们成员卖的很便宜，卖多少钱我也不晓得。那看这个 model 穿的非常辛苦，其实这件是 L 号，那 L 号只剩下两件。那像我这种身材是穿三叉有，二叉有，货量充足，各位跟我体型差不多，先给上海赶快买，那错过就没有了。然后另外一个商品是这个，商品，义卖商品是这个16GB 的随身碟，然后它的速度非常快，多快我不晓得，25MB 每秒，可能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快了，但是过往还是非常的快，然后它是 USB 2.0 而已啊，对，所以不会卖得太贵啊。那不知道怎么卖的。好，这个就交给我们吧。啊，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虽然我们做自由案体铸造厂要结束，那希望可以大家继续支持，像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啊，或是开源的年会啊，对不对？那很多单位都会继续做这方面的推广啊，跟支持。那就谢谢大家了。谢谢。虽然身为 Post Club 销售组组长很想要趁机自入啊，但是我还是硬是要自入一下。今天有兴趣的话，欢迎我们来聊天，好没有？接下来要进入正题，然后这是我们时代的眼泪，不是时代的速度，这是时代的速度，16G 的随身碟，有一个人一直努力的拼命装可爱，这个价钱。时代眼泪。什么时代？时代的速度，表现一下速度，速度，对。那这个随身碟有10个，那我们只拍卖一次，假设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等一下到我们的报告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就好了。那这个随身碟，请问一下猫儿，他要卖多少钱呢？可以跟你喊价，喊一次你拖一件，不是我拖，但是你拖啊。300。好，300，要拖还是不拖？不拖啊，对，300好价。那这么快就要拖，300我就要拖。男生不值钱啊，不值钱。对，300卖，时代的速度。有没有人有兴趣缺随身碟的？哦耶，谢谢。好，我们请可爱的丫丫来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随身碟。好，那假设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请洽我们的柜台，还有9个。对，那接下来是猫儿真的要脱衣服，他身上是 L 的，然后还有 2L 跟 3L 的。爸爸，你穿几号？哦，爸爸也穿 L 的。爸爸，你要不要再见？拖着一定要多少钱？我敢买新的吗？可以，没有问题。你不要我穿过的吗？不要。就是如果没有人买他身上这一件呢，就是他自己会出钱买下来，只要送你3500就好了。刚刚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啊，当然，那是对大家。
你是特例，你不一样，你叫 special。好，赶快喊，赶快。五百。OK， 哎，哎，有可爱的女孩，女孩你要她身上的吗？她穿。她穿。哎，出价，出价，出价。出价啊！你出多少？只要350起跳。对，三百五起跳。五百，五百，五百。你身上要五百，不是是爸爸吗？五百。哈哈哈哈哈。新的五百，这二手的才三百五。哈哈，什么三百五？新的五百，你要新的还是二手的？什么比较廉价？好，那五百。啊，五百耶，五百一次。还有人要吗？还有人要吗？爸爸，你再不出价，就只能他身上的。好好，谢谢两位。哎呀，帮我带这位女孩。然后去旁边。你好。可以都可以。好，我们现在猫儿要去旁边脱衣服，所以三十秒的时间让他脱我独秀。啊，接下来要请印地大地借我们三十秒吧。印地大地捐献了一个护国神刷给我。带回去保证您今年扬眉吐气，风调雨顺，事事快东西都可以脱离哦，耶！好，那个这个义卖品，其实我想很久要做，要买什么东西。那我想说，那个快过年了，需要一些实用的东西，所以我买了一个刷子。但是这个刷子又跟一般大家去卖场买的刷子不一样，所以不一样用就是它的柄是竹子做的。现在大家去大卖场的话，都是塑胶做的刷子。那我想说，大家都是资讯的，平常都接触高科技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竹子做的刷子来返璞归真一下。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买那个塑胶柄的刷子，那个工厂就是它必须要有几千万去买机器才做那塑胶的刷子嘛。那但这个竹子刷子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农夫辛苦上山去砍竹子，然后用手工去把它切成四片，然后后面就打了手工打了好几个洞，用人力的方式把它串成，所以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支持那个在地小农的手工艺产业，所以它意义重大。然后呢，那你在使用，那这个刷子虽然它是，就是一个东西，它要怎么用，就是看你的想法。所以像你的笔电可以拿来当电脑用，也可以拿来垫桌角。那这个刷子你可以拿来刷你的墙壁，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头发跟村长一样长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刷刷子。那刷完后应该会比较柔顺一点。那在为了怕大家在使用，因为它竹子的剖面可能还是会有点刺，那怕大家刺到手，所以这个套组呢有附送一打的棉布的手套，那大家就不会在那个使用过程当中产生那个运动伤害。那为了在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你做这个清洁工作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我们还附送了那个国民党不倒山不会倒的布条。300块起跳哦！那这样子一个实用的清洁套组呢，刷子跟手套，一把手套跟五条布条加起来是起标价只要300块，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组，因为这一组的这一支刷子后面还有我本人的家族的签名，这是有曾经加持过的哦。对，真的。那所以就是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喊价了。对，这个时候就要穿了，怎么可以不给印地大地面子呢？请出价。那村长要来示范一下刷头发吗？起价价是300块钱，这支护国神刷就是您居家打扫的好东西。竹子的柄呢，你要现在去大卖场买不到了。对，要买到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好，这边300，300一次，300一次，500，500一次，600，600一次，哇，哦，已经开始有拼场的局面出现了。600一次，好，600两次，好，最后一次603次，谢谢，恭喜，谢谢，恭喜我们，那来一个那个交接的典礼。
下一个。那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你带着这支刷子会有一个附加效果，就是你在捷运上面的时候，大家会对你行注目礼。我刚刚从家里坐捷运过来的路上，就是我发现有蛮多人在偷拍的。好，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这一支很厉害啊，这支，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个美东松嘛，对不对？所以成长其实去了一段华盛顿，然后这一支是它能上太空的笔哦，它上太空还能用的笔哦。这一支，如果你万一在土星跟火星，你如果要求救怎么办呢？一定要笔，对不对？1500，有没有要1500？只要1500，你上太空还是可以写程式，用笔写。而且你现在买了之后，还可以叫村长帮你签名加持。对，签在脸上、背上都可以，然后回去告诉。没有。在场上为了要见村长，必须付出200000的代价，你们不要。他的亲笔签名只要1500就可以了，1500起价。这是从 Made in USA， 不要分享，从哪里？从华盛顿啊。对，是。好，1500一次有没有人要喊价钱呢？大家平常不会上太空吗？好，耶！小快题，1500一次。还有人要吗？1500一次。有没有？1500两次。可能有一天你也会上太空哦。有没有人2000啊？有2000。哦哟！我有纪念价值。是怎样？如果出2500呢？你要怎样？出2500的话，怎么样？脱裤子。小马你要喊啊！2500他才能 ，OK？ 2500一次。2500一次。2500两次。2500三次，恭喜！你可以脱衣脱裤子了，那这个我是要脱。你们要合照吗？是你要脱他裤子是不是？哦，好啊，那我先走开。大家不好意思啊，给他们30秒的时间，他要脱他裤子。哎，刚才喊2000是哪一位？其实还有另外一只，你要不要2000也去，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啊，然后 ODI 现在是全世界算是推广开放资料还蛮重要的一个机构，然后由英国政府赞助资助一半的钱，然后另外由比如说像世界银行啊或者其他的机构，然后做蛮多创新的事情的，这个非常有纪念价值。你看第一年的这个，有没有人500元愿意？600。好，600一次，有没有800？1000。1500一次哦，有没有2000？这样子怎么放？有没有2000？你帮他加掉。对啊，1000，有没有1500？没有，就1000喽。1000两次，收。然后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在 GME 做很多这个开放政府相关的事情，可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其实10年前就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徐海元教授做开放国会，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他们就自己用手动去查这个哪些立法委员有兼职这个董监事啊不合理的地方啊，那这是2003年，
他们做了一份国会的报告。好，那这个因为徐教授刚好是我的岳父，今天早上请他签名，所以这是他签名的一本书。好，那可以大家可以带回家纪念。我们如果希望做开放政府，然后希望更开放的国会的话，这是一个史料，而且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有没有人有1000元愿意离线版的国会大代志跟国会武装？不用网络都可以看哦。1000元有没有？1000、1200有没有？1500、2000、2000。2500有没有？2500、3000有没有？2500一次，2500两次，谢谢 PM5。我们还有另外一本，我们还有另外一本。刚才另外一位是不愿意讲，还是这样子？好，对对对，好，你们谈到3000了是吧？其实这一共有3本。那个字比较好看，签名的字比较好看，但我们现在好像字比较丑的比较夯嘛，对不对？有没有3000愿意最后一本？谢谢谢谢各位。好，签名的内容哈，这个国会问题依旧在，括号陈设置1993年推动国会建制……括号急需新世代公民接力改造国会。徐海元敬政，谢谢。刚刚在画面中央一样，这样。好，那我们这个国会的这一本已经没有了，所以还有一本是国会跟电视媒体改革，那也是徐老师主编的这个建议案。那一共有2本，有没有人2000愿意？只有2本，真的只有2本。这边一位，有没有2000？第二位。有吗？好，谢谢，谢谢这两位，这两位，谢谢，来，就请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跟好，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为大家带来卧草捐赠的扬眉吐气大组合，还有我们猫儿展现中有可爱的春联，然后有红包袋、贺年卡跟纸胶带，这一组只要500块，一组只要500块。先介绍一下特别用法，比如这个红包袋你拿回去，它的用法一定是要这样子，拿给别人，然后跟他说，哎，请装满还给我，谢谢。然后这是我们出了那个大家最近最常的健康手环，有没有？你把这个胶带套在你那个手臂上面，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下载我们的 app， 它就会让你睡觉。没有，这一组这么神奇的工具，它只要500块，500块有没有要？500块一组。一次，好，我们这个呢，总共其实有4组，500块，有没有人要一起带走？请跟着我们可爱的丫丫小姐一起到后面结账，谢谢。麻烦丫丫，麻烦你，然后麻烦请你带着小猪到后面付钱。好，我们老实说，就是我们最后没有剩很多样啊。那我快速介绍一下。这本《世纪末软体革命复刻版》，它是由贺源、梁明忠跟刘庚先生合著。那这本是由刘庚先生的亲笔签名，这本是由刘庚先生的亲笔签名。然后，因为我是念资工的，所以请你不要问我说它过往的历史。只有一本，只有一本 ，Only One。我们先讲好 ，Only One， 真的只有一本啦，真的只有一本。然后呢，这本我们不多说，它1000块起跳，看看。只要你1000块就可以带回去。1000块没有？1000。好，谢谢。快，比较快。哎，那你要出多少？那举得比较快。1500。2000。
6300，谢谢志宅。谢谢各位粉，谢谢各位粉。志展，你要志展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老大之一，他是我在 Podcast 的销售组其中跟过的一个组长，他现在是田恒那一头全能型的工程师，包含是跟正 A PM 专案经理合作共事，讲国语啊、台语啊、那个广东话啊、北京腔啊、英语啊都可以，是一个很厉害的知名人物，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大。好，接下来这个呢是对我们很有特别的意义，它是 Costco 去年的一组徽章，里面有三个，它是我们一个正很可爱的设计师，女孩设计师手工刻的印章，三个一组，只要1500，只有这一组，没有啦，没有这个 Costco 2014就只有这一组印章，然后去年是给大家自己盖。你希望手是什么风格，然后自己盖印章，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风格，跟着你一辈子。1500一次。你们2000。没人要？有没有2000？好，一组哦。1500两次。他手工的心意，希望可以陪你到很久，然后让我们记得那一年的 Costco 大家一起度过的每个岁月。谢谢小卓，1500，谢谢。哎呀，麻烦你，谢谢。好，然后最后的高潮倒数第二项，这个是一定要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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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的。啊，这个是嗡嗡嗡的 3D 列印半肖像，后面备有本人亲自签名，只有一样 ，only one， 不假，只有一项，会等到还有两项，只要10000块起标。10000块起标，是人民币，不是美，是新台币啦，不是美金。现场有刷卡机，请不用担心。妈妈，你对他有什么的想述话吗？好，市长的半身像，陪你嗡嗡嗡到永久，只要10000块。这样倒上好不好？是好的，就是你嗡嗡的时候有市长保佑啊。增进你的效率哦！啊，然后LINE不会震动，因为它不会传LINE给你。10000块一次，谢谢浩哥、翁神。10000块一次，有没有15000的？是，但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人敢跟黑黑大大吵嘛？好，你只要多出1000块，你就可以超越他了。有没有1000？12000。有谁12000？对。看来没有人敢跟翁神抢12000次，谢谢翁神10000，谢谢浩哥。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就是最近从居民审议以来，我一直在卖杯子，我大概卖了80个杯子吧。其实这个是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然后不要误我了，然后就没有了。这次现场总共有9个杯子，那我只拍卖一个，价高者得。它原本是600块，所以我也没有哄抬大家，就是600块起跳。这个居民币神秘的杯子，它因为它是限量，所以这一批卖完就不会再有。没有村长签名。村长签名现场有，你只要现场买，然后就可以请村长签名，然后不会像某个赞助商。让我谈判的结果是，你要村长出席当你们的评审委员，可以啊，20万的赞助金，我就卖到村长。哦，村长是这样被我卖掉的。现场不用哦，你只要买居民币的杯子就可以请村长签名，只要600块。600块有没有人啊？成本就600，1000好不好？好好，对不起，村长讲话了，1000。韩村长的签名没有照啦，签名都要问他老婆，不能问我。签名是 OK 的，居民的杯子，我手上真的没有了，不要再问我现货，现货就是最后一批村长这边带来的部分。哎，2个好，那你说你要多他
出现1500次。村长可以签名哈、哦，签在他指定的地方。2000，2000，哦，董事长今天就是鞭爆小孩的威力大大增。好，2000块一次。村长要签名的。对，村长要签名。对。长头市长。长头市只要再加500块。2500。好，好的。2500一次，还没有人要来出3000，董事长说要3000，让村长写长头诗，3000一次，有没有3500的朋友啊？现场提供打卡机，不用担心现金带的够不够。红旗你说话啊，红旗画四，好，画4000吗？你画四不是4000吗？现在只来到3500了，不要担心。所以你是。3500，4000，4000一次，有没有4500的朋友要来跟李国峰先生抢呢？从董事长的手中抢过这个杯子的快感应该是有真有假的，只要在东北他就可以了哟，4000两次。女孩不要害羞啦，再多500块就好啦，叫旁边的男生帮你出。哦哦，不行这样哦，不好意思啊。好，4000，谢谢伯伯。好，那我们今天拍卖其实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等待义卖的商品，大家可以到柜台去询问。好，我们就发声叫吧。好，各位，让我慢走。哈哈哈哈哈。没有那么晚哈，没有那么晚。不过其实我们时间已经比预定的超过了一点点了，好了，一点点大概是20-30分钟了哈。那所以说这边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木管商会，那我也希望这是各位参加木管商会里面最有趣的一次，好，那希望我明年可以更有趣，那也希望明年在一样地方可以再看到你，好，那所以这边的各位，等一下如果你还需要聊天的话，你还想要聊天的话呢，你可以继续聊，但是当工作人员走到你们隔壁的时候，他会跟你亲切地跟你说，先生，麻烦你站起来一下，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被套，不是被套，把你的套拿走，然后跟桌巾拿走。那这个时候麻烦你，麻烦你就是让他可以工作一下哈。好，那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在捐款，或者说还想要看其他东西，麻烦看柜台。如果你想要跟别人聊天，麻烦座位厮杀。如果你想要了解 OCF 后面的近况，麻烦上 Facebook 按一下赞。或者上那 OCF 的网站，好 ，OCF 网站。那无论如何，确认也确认啊，各位。好。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刚刚忘了讲了，餐盘回收。我虽然前面已经讲很多次了，餐盘回收在最后面，餐盘回收在最后面。好，麻烦各位帮忙一下，自助一下哦，谢谢。好，所以今年就是这个样子啦，明年希望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你，谢谢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可以到接待处找我们，谢谢。